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差传，参与差派人的工作，参与传福音的事工，这是你和我的天职，这是天职，是不能改变的事实。因此，让我们活出差传的生命，做差传的工，去完成神托付教会和我个人的使命，以至于可以荣耀上帝的名，让新加坡生命堂成为一间差传的教会，宣教的教会，把耶稣基督十字架高举的教会，而你和我都在十字架下去彰显他的荣美。